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今天周三，本来今天我一天没有课，下午我们要听课的，但是今天九年级学生要考试，一天没课，排了一天的监考，现在要去监考了。这是这一学期，就是我们学校组织九年级第一次，模拟考试。去找搭档，去餐厅去监考。那拿过去没了？拿着吧，那我都去了啊。其他老师已经去监考了，我也赶快去。到餐厅了。那满秀人咱不来呀？我去叫叫去吧。你叫去吧。九二班好多学生还没有来。因为我们考试时间本来说的是8:30，然后现在又提前了20分钟，怕最后就是吃饭的时间不够嘛，耽误就是餐厅人员打饭嘛。我现在去92班去叫学生，叫92班学生赶快来参加考试。咋没人去呀？赶快去吧，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去。咋还不去考试啊？提前20分钟考试了，快点，拿着本子，拿着笔啊！你俩咋回事？咋还原地不动啊？快点，你俩来，快点去考试。别人都紧张的不得了，你看咱班的，这咋不动啊？快点去，考习惯了，咋了？这是咋了？赶快去！快点，把风扇关了，后面的风扇关了。咪嗦嗦，咪啦啦，西啦啦啦嗦，哆哆哆哆啦哆啦嗦。咪嗦嗦，咪啦啦，西啦。啦啦嗦哆哆哆哆啦啦哆瑞，嗦嗦嗦嗦咪瑞哆哆，啦啦哆啦哆瑞哆咪瑞瑞。语文考完了，今天上午要考2场，考一场语文，考一场历史。语文考完了，我现在来拿历史卷子。